我在雪湾的空空公公吼，你唔知，就叫你唔上，无错吼，我带你包起迄个连个山等下你吃。小芳，你等下这段时间，你拢一直伫咧相骗我，是为虾米？感觉你的病一直无好吗？为虾米啦？我只是想着阮阿爹，心肝内难免的艰苦。所以心情也要平静而已。虽然这副不在，但我立秋的生活有我陪在你的身边。你是我的骄傲，我会疼惜你呀。是的，我是有好消息。爹爹，这段日子我是要给家一个人冷静一下，咱两个人的代志以后慢慢再说也无妨啊。小芳，我有倒会做唔对吗？啥物你倒转来，态度瞬间的转变，你是不是伫山顶发生啥物大事？我无。我意思是讲，我可能有淡薄仔受着惊惊，所以我会感觉精神也袂恢复。无什么意外，无什么大事。感情是的，咱是夫妻，要甲互相通病。但你对我言行举止，甲过去大不相同。你认为我的心会平静吗？弟弟，我知道你的心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无奈，有真多大事，一时一刻我无法度讲。你就莫乱想，你给我淡薄时间、甲空间，让我家己好好平静我的心情，你免替我烦恼。我嘛勉强，但是咱这么侪年的感情，你叫我莫插你，小芳，唔但你艰苦，我嘛有血目屎，我嘛会伤心。我知道这副的事对你打击真大，但是无论发生什么大事，我拢等你，我拢会陪你。但是你莫让我感觉是我红得你在咧自作多情。对啊，是我爱插这件代志啦。虽然讲迄一天发生的代志对你打击真大，也毋过你对德林阿兄嘛袂当态度安尼先，向向180度的转变。迄人吼，拢是有感觉的，伊会发现一寡蹊跷。我，什么代志你都唔知，这敢是我管你的？你不会明白，你连我都不会明白啊！阿姐，这边是伊阿哥，我爱帮忙伊，嘛爱带伊斗三工。我入职中，我真正足为难的呢，我敢那袂输叫用功个滴咧。